东木社区的一套四房三卫街区，旁边就是这边是泳池会所，再往前是公立学校。进去看看，门呢是一个通道。这个房子没有做什么升级，大家可以正好看一下。没有升级的情况下，门口这边是地砖，然后其他的部分都是地毯。有水的地方是地砖，比如这个全立的洗手间，那没有水的卧室就全部都是地毯了。这个房子是地面，目前看来是没有什么升级的。这里是车库，双车位，这是标配。楼梯下面储藏间，上楼，这里是客厅，挑高的空间。这里是一个加州员工房，曾经，但是它把面积做成了室内的空间。这个柜子有做升级，到了顶，这都是标配的，大理石台面都是标配的。看一下院子，院子在东木社区来讲算是比较大的了。好，我们去二楼。听见了吗？这是韩国的客人来看房子。所以尔湾并不只是华人来买房，韩国人、印度人，还有各个族裔的人都很多。这里是主卧了，光线好好呀，窗子很大。邻居们，主卧的洗手间，柜子。另外的两个卧室，储藏间、衣帽间，两个卧室共用的洗手间，全备的。这里是洗衣房，这位置非常好。OK，